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选择比努力重要，来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看医生也要选择。请问你如果牙科牙痛了，你一定找牙科吗？你会不会去找内科？相反的，你得底撑，你会跑去找牙科吗？你跟牙科医生讲，哎，医生，我底撑呢，你再给他看一下呗。马上被轰出去，为什么？任何行业连医生都分得很清楚，叫专科。所以当一个分析师，你要告诉我讲股票，什么股票都讲给你听，我觉得我怕侮辱各位的智商，我怕我给你侮辱你的智慧啦。股票有1000多档，分析师尤其是投顾老师啊，他是在带会员做股票，不是上来两片嘴唇在那耍嘴皮子的，不是。那有人会讲，哎，那名医啊，找名医啊。名医是什么？各位，名医也分两种，一种叫名医，一种叫良医。什么是名医？什么是良医？名医就是很会看病，上面镜头让我花朵给登出来、端出来，就好像分析师，什么股票都讲得很厉害，名嘴嘛，名医。啊，可是名医不见得是良医，良医大部分都是名医。什么叫良医？对症下药叫良医，会看病不见得是良医，他叫名医。股票市场是一样啊。很多分析师哇，讲得蛮头头是道，阿的修盘，那就收盘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的标题不会改变？我叫专科。我说我讲一个议题、一个题材、一档股票，没有办法逃避。不会说啊，这档股票跌了啊，啊，明天又换档涨停板的来讲，等到这档涨了以后，再又重新拿出来讲，那就在侮辱各位的智商嘛，你赶紧补救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好，那我们来看今天的大盘。来，这是今天19大类股，大盘涨0.49，当然大盘再创新高。各位，我们再往斜线下来看，好，电子类涨0.63，跟大盘差不多。再往下看，这叫生医股，1.34，涨幅几乎是大盘的2.5倍，当然是它的2倍，是电子类的2倍。有人心里会讲啊，哎，没什么啊，对，没什么啊。可是因为生医股它的族群很小，资金的板块移动，我说只要某部分的聪明的资金，跳呀，他那个跳一下资金，从电子股稍微转到生医股来，你想想看，生医股会怎么样？生医股会怎么样？所以为什么年初开始来？年初我就拿着这7档高价的股票，台湾股票市场最高价的7档，拿7档，我要跟各位来选择啊！你可以选择啊，你可以选择啊！来，大立光、精策、精华、旭立、信华、旭准跟禽流感疫苗，禽流感疫苗最低426。好，我说有一天，希望它会跟旭准黄金交叉。希望它跟信华黄金交叉，希望它跟旭立、精华，甚至未来有一天跟精策黄金交叉。然后大立光呢？大立光不会黄金交叉，因为大立光太强了。啊，不会就不会，我不能吹牛啊。好，我们到今天来。今天的旭准已经被禽流感疫苗超越了，看到哦，原先的426。已经超越它的445.5，何况细准是跌下来的。好，禽流感疫苗已经来到477.5，涨幅第一名当然叫股王21%，第二名叫精策16.8%，第三名各位往下看，往下看，它叫禽流感疫苗，涨幅是12.08%。
任何一个人资金只有一套，有很多人说老师啊，你为什么不买大力光？我也很想买啊，我也很想买大力光啊，为什么？来，我们看大力光在这里451块的时候，跟来到高点4580块，涨幅10倍。你说我哪一个时间最想？当然451块最想啊。可是451块的时候，老实说了，我眼睛嘛去有拉巴狗哎，为什么？我没有看清楚啊，我嘛不看清楚啊，我也是挑了很多股票啊。可是对不起，回头去看，哎呀，夭壽啊！那么撮合完，干嘛要去大力光啊？买个摸嘞，所有资金全部压大力光，到今天是10倍。我说这是我对投资人真的很抱歉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就痛改前非，我就当自己进化。你给我画第二支股票、第三支股票、第五支股票，那让人去画了，让表演会表演的老师去喊就好了。会表演的老师，很会喊涨停的老师，新会员进阶的新的会员，有人看到好厉害哦，就参加。那个新会员很多，但是会让会员赚到钱的老师续约的多，他会续约啊。做股票很简单呐、啊，你看我谢明清有没有在我的节目里面什么打几折啦、什么专案啦、没必要。有什么？什么打几折啦？什么一变多少啊？几个月多少啦？我从不打折的，也从不推啊专案的。为什么？啊，我不会做行李啊。鱼，虾啊，要让鱼吃，伊就跳起来。股票市场很简单呐、啊，你要让会员赚到钱，伊半暝啊排队嘛去参加你的会员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你的股票都涨停，会员都没有买，你的股票都涨了，会员买的都是赔的，那你告诉我。那一种哦，给别人做那个我不会了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里，你看这整个大盘涨上来，各位去想一下，记忆一下，生意股涨上来，礼拜一我怎么讲？我说任何事情我谢明清一定要讲在前面，我昨天讲得很清楚啊，各位回想昨天节目，我说你还买得到啊，你还买得到，还买得到啊，你抱一条，抱一条，你抱得住，抱不住，当然，你没有我，你是抱不住了。啊，既然你抱不住，你当然就赚不到嘛。好，礼拜一我怎么告诉各位来？礼拜一开盘前，我就直接告诉我的会员，道琼正式站上2000、2万点，台股还没开盘哦，台股当时是9400多点哦。好，台股9500点将是新的里程碑。好，重点，宏基投入生意。宣明志也投入生意，威刚成立白也投入生意，所以我说未来就9500点以后，生意股将成为选择。当然，这档禽流感疫苗渴望吸引市场的资金，先做轿等拉抬。礼拜一433.5没涨啊，礼拜二431.5，我也提醒各位，台币3天升值4角。资金轰狗浪将席卷台股，这档禽流感疫苗渴望吸引市场资金，先上轿等拉抬，它是跌的啊，礼拜二是跌啊。我说全市场，我请问你，你看过老师敢讲跌的吗？不要说讲跌的，没有讲涨停板，他就觉得很心虚。这边挂5只涨停板，这边挂3只涨停板，那个叫啥壮胆哦，半暝啊，可惜啊。如果没有上来讲涨停板，他会觉得很心虚啊？为什么？你就会看出他的狐狸的尾巴嘛。好，这是礼拜二、礼拜三。昨天我告诉各位，倒数9天。好，我们从礼拜一开始看，看得到433.5，看得到买得到433.5、431.5是跌的啊，是跌的啊。好，昨天。很简单，我直接跟各位讲，431.5、438.5，倒数第九天，倒数第九天。哎，各位，我在暗示什么？我在跟你暗示什么？我在跟你暗示什么？我跟你倒数九天。我问各位好了，各位都考试吧，都曾经有考试，大家这一辈子考试考的很多事吧。考驾照也考试，考证照也考试，联考也考试，对不对？
都要考试嘛。好，考试前你最希望、最想知道的是什么？考试前呢、啊？好歹嘛，知道答案。如果考试前你答案都知道了，那叫什么？你不考高分都很奇怪嘞，那叫送分题嘛。那我请问你，你们做股票，请问你是不是像考试？这个股票明天再被 key 不？未来它的脉动是怎样？你知道吗？啊，你就跟所有人一样嘛，考试各凭运气啊。可是，假设你知道考试卷的答案，你告诉我你会怎么样？来，昨天倒数第九天，438.5。昨天，啊，今天来。昨天438.5，今天盘中涨停，收盘477.5。我们就用第一天了啊、哦，好，用昨天就好了。438.5，477，涨了多少？差1块钱，40块哦，涨了39块，就昨天就好了，不用拉到最前面，不用拉到最前面，就拉昨天就好了，也不用拉到第一天。好，各位，39块，你看得到吗？你嘛买得到嘛？啊，你赔掉没？我唔知，我不知道，因为很多人啊，已经那种我们叫陋习啊，坏习惯已经养成，想要这档做完要换一档，那一档做完又换那一档，换来换去哦，洗来洗去哦，千洗来洗去，修来修去，你千洗千修，你都袂快活了。好，一张39块，十张多少钱？十张多少钱？一张30000高啊，十张偌济？所以我说，类似像这样的股票，一档股票40几万，我有时候讲一讲。我问各位好了，我们再回头再想一下来。我给各位看的是这个，也就是我说，我给各位看的叫股王，为什么股王会涨最多？21%，股后1000多的涨16%。当然，我们的股票是涨幅第三名，为什么它会涨最多？为什么？股王一档股票。现在是46万了，哎，460万，一张460万，一张啊，两张就1000万啊，一张股王460万，在乡下可以买一间房子啊，两间可以买一栋透天的啊，不是吗？啊，会买这种股票的人，他会小鼻子小眼睛，那个3块2块1%2%3%底下走来走去吗？他不会啊，啊，就是因为这种人不会说他的筹码就安定，他的涨幅就会特别的大，为什么？因为筹码安定啊，不耐久盘的早就出场了嘛。所以为什么我会去挑第一个 EPS 要高的股票 ？EPS 要高的股票 ，EPS 注意看，你看这些股票，请问这是去年呐、啊？这是去年它一整年是169块啊，这是去年的前三季啊，也就去年每一档股票都超过10块钱的、啊，都在10块钱以上啊。那我挑这个很简单嘛，各位你去想，会买这种股票的人，他就是有钱人。各位，你如果往有钱人靠拢，你就变成有钱了。我常常在讲的一句话，台语的俗语：“甲好嘅人做伙有薄糖而经经营的意思啊，就你有生意可以做了，有薄糖而经织布了。啊，你甲善良人做伙有囝糖而生啦，有囝糖而生啦，有孩子可以生。为什么？啊，穷人，我不是说笑穷人，而是就搞那些玩意啊。那有钱人他谈的是生意啊，没钱人谈的是五四三的啊。”不是这样子吗？所以你如何让自己变成有钱，就像我的标题一样，我说前中华民国有谁敢讲一档股票不改变的？你叫我每天换股票，我不会。为什么？我良心没有那么黑暗。我等一下告诉你它的脉络如何。那我们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稳住，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做父母的最怕听到肠病毒，一个疏忽，小朋友的健康就可能受到威胁。家中宝贝如果感染肠病毒，一定要注意重症的前兆，像是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意识不清、持续呕吐、睡眠中突然出现惊吓到的反射动作、呼吸急促或心跳加速。出现这些症状，一定要马上到大医院就医，以免错失治疗黄金期哦。认识肠病毒重症前兆，许孩子一个健康未来。选择比努力重要，来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股票市场它的脉动怎样？我现在教你。我说，任何股票它要涨以前都会有迹象，其实上没有人敢教各位。昨天以前我全部在教各位所谓的基本面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面。第一个，这档禽流感疫苗，它今年。我为什么这个标题写一个2017年的生意网？我为什么这么写？有可能它会变成生意网啊，也有可能它是生意股里面涨幅最大。那它要变成生意网或涨幅最大，它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利基？这才是重点啊！好，印尼厂的疫苗第四季投产，今年第四季代表什么？新的，完全是新的。那禽流感疫苗，我从今年的第一天到现在，包括未来，我会陆陆续续的告诉你禽流感疫苗。我现在可以斩钉截铁告诉你，阿德华也跟我们怎样，阿德华都把它锁定是在中国的大数位的部分。来，中国大数位的部分，何况它上半年又有新的产能将增加、哦、也就是所谓的产能将倍增，产能将倍增啊！各位，你所看到的营收，他刚上市的营收，包括去年的营收，都只有中国的产能。那在这个部分，今年哦，单单今年的部分，各位你看到这一条，上半年将完成新生产线，产能将倍增。这个产能就是这边的产能，还没有包括印尼厂第四季开始量产的禽流感疫苗。各位，我说我讲的一档股票，假设不会是一个大长线大波段的，就好像易经光一样，来，不就好像大力光一样？再看一遍大力光，为什么大力光可以从451涨到4580？它是一个大长线的股票。什么叫大长线？你如果要赚便当的，你别贪菜钱、便当钱赚零用钱的，不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这种股票一定不适合你。为什么？它不会每天涨啊。可是它只要涨起来，我告诉你，你晚上哦。晚上会睡不着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就像今天啊，它涨39块啊，39块呢，一张涨39000呢，你都莫名其妙。哎呦，啊，我那30张，给他39块，你给他赚超过100万，你也20张，给他赚78万，就单单一天哦，赚78万。你如果10张一天就赚39万，啊，请问那这样可以吧？好，这叫大力光，所以我教各位的来。这是在1月13号，看到哦，好，量1760张，我写一个预见未来，因为它爆出一个大量啊，从529、512修正到379，从529修正到379，跌了150块，好，在这里出了个大量，各位量先价行，有没有看到？有哈、哦，好，大量，这个大量就是所谓量的下降趋势线，1月13号，好。那这个大量从哪里来？425.5块，1500张盘后交易。我昨天讲的有多清楚啊？其实从一月今年以来，我都不断的在提醒你，有谁会用6亿多去买这张股票？你用想的去好，我不要去跟600万的人呐、啊，
我也不要去跟只有身价6000万的人，我要去跟一个身价超过6亿的人，我要跟着他走啊，跟着有钱人走嘛。就像我常常讲的，看有钱人做伙，有薄汤金嘛，有生意可以做啊。你去跟善王做伙，去生孩子吧。好，看到哦。所以在这一天，我就提醒各位，好，昨天呢，我也在这里提醒你，这里叫预见未来，就这个量啊。然后它也突破了所谓的下降趋势线，昨天刚上来啊，昨天刚上来啊，是不是三角形缩量？而且我也告诉你，34天、55天的时间转折，从379算起，第五十五天。好，所以为什么从2月6号开始，我告诉你，生意股在动了，生意股的迹象来了，生意股有味道了。好，昨天我特别跟你倒数，昨天438.5，今天各位。这叫什么？这叫39块，这叫39块，这涨幅就是39块。各位，那你去思考看看，来，这样收敛下来，这样收敛下来，要的是什么？各位，512到379，这样收敛下来，它要还定什么？来，请问禽流感疫苗，请问？中国 GMP 上半年产能将倍增，这个议题来了没有？这个议题来了没有？当然还没来啊。所以我每天都在提醒各位，股票市场，哎，探究几年狼啊，有时候讲，它还是蛮残酷的。就你买的，你就必须忍受什么？它在这里慢慢慢慢的煎熬，慢慢慢慢的洗筹码。从第一天，今年的第一天，这个节目时间你看到我，你一定在想，谢老师，有很多人心里一定讲，看谢老师的笑话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个谢老师怎么把这7档高价股票拿出来比？而且这档禽流感疫苗426，有没有？结果到昨天，涨了没？没涨啊，昨天438.5啊，人家股票。有的好像是涨了很多了，可是你的股票没涨，你怎么敢讲？因为我说吼，有时候讲一讲啊，有些神秘的力量，各位，你或许你不得不重视。我身上我所扛的是有多少善良人的寄托？南部有多少乡亲，他们多善良啊！他们也不过是为了哎，看到了一个产业。一个未来真正会旺的产业，什么叫会旺？再看一遍哦，会旺的哦，营收，这出来没有？还没哦。而且中国 GMP 的这个部分是上半年完成将会倍增哦，上半年完成将会倍增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代表现在还没开始啊。可是既然营收会倍增，中国产能营收会倍增，它可能反应可能是3月份。哦，就第二季好了，好，那第二季可能4月份营收冲出来，或者5月、6月开始一直往上冲，那目前营收没有啊，还没出来啊，所以股价就会压在这里。那我请问你，你进来台湾股票市场买，你是干来博缴的，还是来投资的？不要骗自己。假设你有2档股票，你有5档股票，2档、3档、4档、5档、10几档，你说你进来投资，你不要告诉我，你告诉你自己，你都没办法接受嘛？你这两支股票，这3支股票，这5支股票，你讲你在投资，你是在博缴嘛？你会准一档就够了啊？你看得懂一档就够了啊？大力光大家都知道嘛？台积大家都知道嘛？请问你这辈子，你回头去看，你这辈子要做一档大力光，不管你什么时候进入股市，你只要做在一档大力光到现在，请问你会怎么样？还是你的现在会比较好？所以说，我说当机会来的时候，我很抱歉是没有带我的会员从头做大力光做到底。可是当我重新看到大力光小的时候，我会怎么样？来，当大力光小的时候出现的时候，你认为我会怎样？我当然会把它咬住不放啊！所以来，我们看今天哦，今天是倒数第八天，我希望它会像大力光一样。从451，因为营收一段一段增加，而股价一段一段的反应。好，今天是倒数第八天，也不过才开始，也就是稍微尿这一年，未来会怎么样？
明天是第七天哦，明天是第七天哦，我都事先告诉各位哦，选择努力重要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明同一个时间再会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抓住桌角，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投资的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9-2333，02-2369-2333。担心瓦斯外泄危险吗？教你几个小撇步。瓦斯桶放室外，避免日晒，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定期。